从小热爱篮球，大概是小学，那时候是 Michael Jordan 的王朝，我也是看着 Michael Jordan 长大。我打球最疯狂的时候呢，每次我都会等到那个路上的篮球场的这个路灯关掉，大概是晚间10点或11点，我就会趁都没有人的时候，然后在篮球场面打到可能从晚上11点到凌晨的2-3点，甚至更晚，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打，每天然后一直练，一个人玩，因为我觉得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才有机会去练习你想要练习的东西。那么因为在一般我们去外面去打斗牛的时候，一上场就是直接打，没有机会去练习。那么只有一个人的时候，那在家也不能练，因为在家会吵到人，然后所以我就会等到这个路上的灯关掉之后，然后大家也都回家休息的时候，我就会去路上开始练习。想要飞。